10万元千元钞捆成一捆，放在大红盘摆上吉利招福小物。这笔高达68万的现钞摆在神桌上。 台南百合这间庙宇2023年春节举行刮杯大赛，寄出高额创业金，刮杯两次就能进决赛，最后总决赛值最多圣杯的人就能拿回去。因为有分布财神的加持，咱澎湖潜水吼来将这个叫做头奖奖金加码到大概8万。 阿个有2名的迄种60万6、20万6000+。不止创业金，还有文武财神加持过的钱母红包，让民众拿回去讨个吉利。屏东归来这间公庙同样也举办刮杯大赛。选在春节期间，初一初二来举办，开放所有信众参加，寄出奖项相当诱人，11台价值超过100万的宾士车。去年有事情没有来，今年要试运气。那如果连续拔出28杯。 信众，吼，咱得有机会来得到18倍10万的面额。随着疫情趋缓，南部庙宇农历年迎春送财，以台南白河南天宫2023春节刮杯比赛头奖68万，点灯就有参赛资格。两个圣杯就能参加2月5号的决赛。另外嘉义的欢喜财神庙春节也有刮杯比赛，总奖金183,200，还有屏东归来慈天宫送宾士汽车，目标是要连续掷出20个圣杯。 2023刮杯比赛，各地公庙祭出大奖，要给信众带来满满好运，就看谁的福气最旺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朱俊杰、吴慧珊，台南屏东报道。